韩夫人爱我把这份资料寄到这个信箱，安尼就当报给老师啊。要唔过这效果敢会真严重？万一真正害着老师是安怎？啊！你阁无法度证明讲你遐个字是为倒位来的，你阁要安怎相信你的清白？你袂当讲我欠钱，就不如我是贼啦！你不爱承认无要紧，安尼我讲来，咱公司公办报警啊！我迄个时阵靠家咧求伊，伊拢无会顾虑我的感受，也是去报警。我即马为什么要替伊设想？王心莲，我嘛爱你知影，什么是予人冤枉的滋味。你电话倒到边咧，创啥？我拄则上饭店入来的时阵哦，无细伊甲桌顶的水擦倒啊，所以我即马伫咧检查这键盘敢有歹去啦。歹势，我毋是超工的。没啦，即马键盘哦拢有防水功能，袂向你敢当流歹去，你莫紧张，后一工较顺利就好啊。啊，是。研究经费歹去的代志，是我搞袂哩啊。我甲你回信嘞，我会报警哦，是因为你身躯顶向后向尔侪钱，我一定要调查好清楚。卡叔讲着咱准拄煞啊，传出去无相信你的人哦，一定会对你讲阴暗话，警察甲你背书安尼较好。我知影，多谢你啦，老师。我知影你足骨力嘛，足拍拼的，拢是互你阿兄拖累的。顶下听你讲你倒的代志，我嘛足唔甘的。你遐尼啊少年，就要承担遐尼啊侪代志，真正毋是遐尼啊简单的代志。以后我会尽量甲你斗相共。你即马住的所在是毋是有较远？啊，住遐较少啊。唔过你来上班就麻烦嘛，就忝的。我已经替你申请研究中心的宿舍，啊，等申请若有过哦，就当替你省足侪钱，甲足侪时间啦。老师，真正是。多谢你呢，没啦，好啦，你去保养。好，那安尼我去保养啊。投资研究报告。这份报告写甲足详细，嘛就是下即马市场趋势，确实会当参考这个投资方向。另外，当下出来啊！当主任，下台下台。当主任，你若是无想要出门哦，咱线上会议嘛是用的啊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本来就应该出来行行的，我刚屋在厝啊，我感觉无啥精神。啊，因为无出来，要带你做伙啦。哦，啊，因为我感觉小可忝嘛，我就叫珊珊伫厝陪我一个人来。有话阁跟我要紧？我之前甲伊有诶时阵熬夜加班啦，干了困两三点钟啦，伊人阁较无爽快，第二天透早嘛是准时来开会。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伊讲，伊遮忝无爱来开会呢。安尼嘛好啦，伊总算哦是想清楚，要互家己放互轻松啊。啊无以前哦压力上大，啥物大大细细的代志拢要家己来。起码哦应该要好好休困。会啦。对哦，我感谢你呢，安排我甲伊聊天见面。阮两个讲哦，啊真趣味哦，真投缘哦。伊阁给我真侪迄投资的意见哦。伊讲廖董是毋是有讲咱天成的股价就悬呢？会当出大一寡持股啊，转摆投资，安尼现金流搁较灵活。
你若讲的甲廖达讲的都一模一样啊！啊！会当甲廖达哦，赶快说话哦，是我英雄啦。这就叫做英雄所见略同。廖达是英雄，啊，不过我只是哦，对投资就有兴趣的啦。啊，无啦，我本来想讲问你的意见啦，既然你两个意见同款，就免问了嘛，就安尼就对了嘛。用钱趁钱哦。欧巴。